那是啥呀？那个啥呀？这个粉的，这不比基尼吗？比什么比基尼？来三亚你不得穿比基尼吗？人来三亚都这么穿。谁这么穿？这玩意咋穿的？穿跟光膀出去不是一道理的吗？你什么思想啊？你是啊？我什么思想？不是你上三亚，你不得上海边啊？去啊！那你不得带泳装啊？带啊！你泳装呢？这呢？怎么样？哎呦，你这还挺显身材。这杆子有点勒。勒干呢？这杆子有点勒。行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不信我，你把这个穿，真的，你试试，你试这个，你穿这个，这不行吧？你是不敢穿，你是真不敢穿，我敢穿，那你穿，穿，宝贝来了。好看，就是不一样，比你刚才好看多了。你穿着出门，走，快吃饭去，走。走出去啊？怎么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走去，快就这么玩，走走。三亚都这么逛街呀、啊？哎，快点走吧。啊。哎呀妈，那你咋不穿呢？你也穿着啊？我接受不了，有点。你接受。